我们今天呢，讲一下这个修法，密教的这个修法啊，是有一个仪轨，有一套这个实修的这个仪轨。那么时间呢，有的长，那么也有的短。其实长的话，可以讲，你只要慢慢做的话，时间会很长。那么你假如是很精要的去做的话，时间呢，差不多半个小时。以我们真佛密法来讲，那么像我们这一次去那个达兰萨拉，在印度达兰萨拉上密院。看人家修法，他们一谈法，问他时间多长，他说7个小时，7 hours。一谈法7个小时，我们在这里呀，一谈法都是半个小时。他们在达兰萨拉那里上密院修一谈法。7个小时，其实啊，你看他在做那个做招请，或者发菩提心，他做的很细很细。单单招请，他就要念什么呢？啊，念这个招请文啊，整整的这个招请文。那招请文一念下来啊，有时候啊，招请文他就念个7遍。不但念招请文哦，还要真正的好像是列班呐、他们列班呐、站起来列班呐、不但持咒啊，念招请文呐、还要比手印呐、还要做观想，还要很认真的，好像去请活菩萨来这样子。单单一个招请，他就做半个小时，就等于我们真佛密法这个啊修一坛法。发菩提心文，发菩提心不是说好发菩提心啊，我们发菩提心你就已经发了，他不是啊，发菩提心文有咒语有文，要念呢，一直念念念念念。很长的时间，发很长的时间。然后呢，他们本身呢、做完了这个啊，还有很多仪轨的，每一样仪轨都是很长的。念经文更长了，念经文的时候又更长了。那这个时候我们也是很好奇啊，就是问他哈，这个7个小时啊，假如有些人啊，他本身忍不住的怎么办？忍不住。7个小时当中啊，很多人都是有像我们讲起来，好像做个法会7个小时，有时候他不到半个小时他就站起来。到瑞士人，去瑞士人，然后等一下坐下来，又过没有多久，又开始急了，又去瑞士人了。问怎么办？天清格西他怎么讲？他说是刷下去，没有资格参加那个修法的这种法会，没有资格，刷下去。他说一般来讲啊，他们喇嘛僧呢、在做法会当中啊，没有上厕所的，没有上厕所的。他说你精神啊专注在修法上啊，你会忘掉一切的，也就是说你精神专一在经典上，在做仪轨上，你根本不会想到那个地方去，不会去想。
那听了他这样子讲啊，你可以稍微想一下啊。我们一般来讲起来啊，啊，年轻人比较不会有这种麻烦。年纪大的人啊，有时候一夜晚上一夜要起来呢，一次是很平常，也有两次、三次的。那么平时为什么啊？晚上为什么不用去上一号呢？为什么不用去呢？主要他专注，也是在专注在一种睡眠上。一下子你就过了六七个小时，你不用上一号。假如你学会了，你精神专注的话，那你也可以，你精神集中在经典上，就把那个忘失了。所以在密教里面呢，他们喇嘛真呢，七个小时的这样子的法会，这样子的修法下来，每一个人都学会了这个忍尿功，啊，每一个人都学会这个东西。啊，事实上我们也可以啊这样子做的，这个是一个很精神专一的方法，你不要去想其他的，你完全专注在精神统一上面呢，你就会忘掉一切的。所以你假如不能够精神统一的话，你就会想到某一些事情，那么你就会感觉到，你就会觉察到一种急的现象，那么你一定要去。所以大家这个假如要学藏密啊，到了达兰萨拉啦，到了南印度，到西藏啊，你要去学，先要学会这个忍尿功啊。一场法会啊，修法下来啊，你不能说站起来这样子的啊，这个是修法，我们现在半个小时是很 easy 的，是很简单的，这比较合乎现代化的。那么修法呢，当然呢，每一个地方的法的仪轨不同，但是离不开啊几样的。像离不开啊这个要做供养，离不开供养。为什么要做供养？其实供养啊就是恭敬，你要表示你的心意啊，这种供养，表示你的心意就是一种恭敬的了。所以有时候你失去恭敬心，那么你做供养就是不要让自己的恭敬的心啊失去。在密教里面做供养，像我们啊念咒啊，就比较简单的，比较短，我们结供养印呢、啊。那么念供养咒，用观想变化。他们在上密院做供养，我相信也是要一个小时，一个供养他就要一个小时。每一种供养很细，像八供里面的东西啊，或做大供养的时候，三十七供，每一种供养都慢慢的观想，慢慢的念咒，慢慢的啊结印，慢慢的观想，慢慢的念咒，所以他的时间会拖得很长。三十七供通通都要观想，通通都要念咒。而今天我们中国密法也大家是很学了，很幸运的一个手印，全部通通都观想出来啊，一个咒语全部通通都变化成，这也是真佛密法合乎现代的这个地方。